好的，咱们今天的课题就是说，怎么样啊？谈一谈啊，如何就是说，在企业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啊，怎么做？其实我们觉得，作为一名企业家初学者，无论是做企业家也好，做 Java 也好，你也学其他知识点也好，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枯燥繁琐的知识，我怎么样使这样的企业家学习变得愉快，对吧？再就是专注力，各位同学，就是说。专注力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不是？对吧？我总是不能集中专注力，我一下子我看会儿那个 C 加语法，看一下函数，看一下指针，我他妈我就去打一把游戏，是吧？还有就是组织化记忆，就是说我老是忘，我看了一个概念，比如说我看了指针，指针是啥？第二天问啊，指针是啥？对吧？引用是什么？哎，又是这种符号，这是什么符号？对吧？又是这个符号，老是容易去忘，对不对？各位同学，还有就是拖延症。我今天上午8点钟起来，我一定要开始学 C 加加，对吧？结果我8点钟醒来了，上了个厕所，撸了一发，然后打了把游戏，拖到了九点钟之后，打开电脑打了5分钟，结果啊，还是不行，对不对？拖延症，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问题，对吧？这就是说。我今天我发誓一定要学8个小时，我他妈不学8个小时我去死，结果一看表8分钟，对吧？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觉得这五个问题是肯定大家遇到的问题，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我自己也有这种问题，说实话谁都有这种问题，哪怕我就是一个985的硕士，我也有这种问题，对吧？比如说我当时在学到操作系统的时候，哇靠，又是什么 CPU 又是 IO 啊，各种各样的概念搞，但是我真的是晕头转向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老师特地写了一个这样的文档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好，其实就是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啊，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问题啊，如何快乐学习啊，这个东西已经是方法论的问题了，对不对？是吧？有人说我全中了，我也全中了，对不对？我也全中了，是吧？好，首先我们讲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抽象到一个具体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记住两个概念，大家有没有那个玩游戏什么王者荣耀，是不是？对吧？就是说峰值就是说你在学习这段体验中的一个最高峰，包括你的正向峰值和你的负向峰值，对吧？这是峰值。中值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结束这段体验之后给你的感觉，对不对？好，各位同学，我问大家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像一个概念，大家有没有那种有一种经历啊，大家有没有一种经历叫什么经历的，就是开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这种经历啊，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好不好，有这种经历的同学可以老师打一好不好啊，今天车速比较快啊，是不是你的峰值，当你在做那个运动的时候，爱情动作的时候，你的峰值就是那么短短的3秒钟时间，对不对？当你在用你的左手跟你的兄弟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峰值就是那短短的几秒钟，对不对？是吧？你的宗旨就是说，事前什么什么如魔鬼，事后胜如佛，对不对？好，有这种体验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好不好？有这种体验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好不好？我戴个耳机，你来看一个点是吧？对吧？那我们学思想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最开心，什么时候最兴奋？各位同学，什么时候最开心，什么时候最兴奋？当我把一个项目做出来的时候，当我把一个程序运行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你的峰值？对不对？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形容，就是说我不断的做项目，不断的运行出来，不断的去改，不断的去思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峰值持续的延续2222这种，是不是？对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你写一个排序，写个排序算法啊，各位同学有了解过排序算法吗？有了解过吗？比如说我用冒泡排序我做出来了，我操，我把1234567890不是8大啊，10大。我跟大家讲，待会我在这个后面也跟大家讲这个排序算法，就是说怎么样去记一些很枯燥的东西。排序算法有多少个排序算法呢？有叫做堆雪、插炮机，什么呢？统计、快归西，是不是有这样的排序算法？是不是很枯燥？但是我有方法可以让你搞定，叫堆什么？堆是堆排序，选是选择排序，插入，
插入排序，炮不是打炮排序啊，是叫做冒炮排序啊，基是基数排序，统是统排序，技术排序，快速排序，归并排序，以及西亚排序。这个绕口令好不好记啊？堆雪，你堆这个雪人，但是呢你就差一个什么东西呢，差你一个炮弹去击打它，是不是？统计，我们知道高数里面有什么概率论，有统计，那么统计我让它快点归西，是不是很好做？对吧？是不是很枯燥？没有关系，枯燥的话老师教你怎么做啊，各位同学，枯燥的话怎么教你做啊？你看就有这个工具，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算法，大家今天无论你来听多长时间，把这个网址给我记下来，各位同学，你以后学数据结构算法，你就靠这个网址就可以了，就靠这个网址可以了。比如说你们刚才说不是说排序吗？这全在这个里面了，全在这个里面了，你要什么排序就有什么排序，而且动画式的。你说看漫画和看代码哪个更爽一点？看漫画和看代码哪个爽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冒泡排序，动画的形式啊，冒泡排序。有人说看代码看得爽一点，我去，冒泡，冒泡什么呀？吐泡泡 ，blue blue blue， 吐泡泡是不是？那我们就你看啊。这个你看88 51 79 83 15 39 72，你说我用一个数组去搞，我是不是很枯燥啊？不是，我是不是很枯燥？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我用这种图形动画的形式，我点一个冒泡排序啊， bubble sort，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比较这个最大的数是不是一直往上面冒，跟泡泡一样，吹泡泡一样，是不是？你看这个红色的最大的数是不是它会往上冒，我们速度快一点，我们用快速抽插的方式啊，快速抽插啊，你看是不是它冒到了最上面，最大的数，最大的数冒到最上面，是不是？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领略冒泡排序的一个精髓，它就是让最大的数一直往上面冒泡。好，各位同学，听懂的同学给老师打一，好不好？听懂的同学给老师打一，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让你会一直在峰值上面，一直在峰值上面，对不对？你说游戏啊，打游戏我是不是经常在峰值？所以说为什么游戏是快乐的，就是因为一直在峰值上面打游戏就很爽，对不对？是吧？好，在这里我写了一些废话啊，就是学习不那么令人愉悦，对不对？只有说打游戏还有打一种那个天上飞的东西是令人愉悦的事情，对不对？而且理解和记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好，待会儿说英语好不好啊？然后我们总是不想学，学不会。你说这玩意儿，你每天看那种，你说你看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我写这种代码，你肯定喜欢，是不是？什么 writing 一个 while 循环？如果说我以这种方式来跟大家讲，大家肯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程序员干啥 ？writing code， eating food， fixing fixing。bug， watching AV 啊， watching TV， 是不是？对不对？还有 making love， 对不对？是吧？这种就大家就听的就很有意思，就我们 while 循环就在这里不断的循环 while true， 是不是很简单？好，我们的函数声明怎么做？我们函数声明我用这种方式去跟大家讲函数声明，这个就是声明，声明在上面定义，可能啊定义到底怎么做，是不是？老师传授一下啊，不要截图啊，不要截图啊，各位同学啊，截图要封直播间的。但如果说你看书上那些代码，哪怕我把书上代码，你说这种代码，你看你看看蛋不蛋疼，是不是很枯燥，对吧？这个东西是干啥的？比如说我们随便来一个啊，比如说我们随便来一个像这个炮，这个你说这玩意它没有目的性，它本来就想讲一个 for 循环，讲一个这种啊累乘法，我觉得这种就没有意思。你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中值上面，对不对？啊，有人说游戏不快乐，早就玩腻了，就是有兴趣的东西，对吧？而我们的课啊，你看我们的课程是干啥的？各位同学，跟大家看看我们的课程啊，就是你看这个标题就觉得有意思啊，这个东西有一说一啊，这个标题就特别有意思。干啥？以项目的形式带动，是不是？对吧？黑客，以上的黑客，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黑兔档案局作弊玩法怎么做，吹牛导弹控制这种计算机知识，你看看到这个标题就特别有趣味性，是不是？
对吧？好啊，这是我们的课的一个特点啊，课的一个特点。好，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想讲，没有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呢？有一种方法叫，比如说你一定是要，就是你不可能一直疯子，也不可能一直中止，是不是？你一定是间隔性的、间隙性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可能你看语法的时候还蛮轻松的，那么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可以穿插安排喜欢且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我看到了指针，我看到了指针我理解不了，然后我又回过去跳一下看一下循环，是吧？我突然我看到那个结构体看不下去了，我突然就去看前面的 double int chair， 是不是？对吧？就这么一个概念，而不是说死磕，一直死磕艰难的任务。还有干啥的？比如说你可以看着看着我他妈老子不想学了，可以到群里去吹牛逼，去群里吹牛逼，说自己看到的函数的声明啊，他妈声明怎么那么坑爹，然后群里保证某些沙雕就会来过来找你啊。像我们在群里面专门就是特别沙就是那个世界沙雕那个一斗，然后有八声在一道云，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沙雕，对吧？但是你也不要那个，就是到时候就是一直在群里沙雕，然后就不学了，这个肯定没意思。肯定有沙雕过来找你，而且跟你一起讨论理解这些比较，对吧？比较枯燥的概念，就是说艰难和轻松的任务穿插的去完成，避免负向疯子的出现，这就是保持愉悦和高效的重要方法，对不对？是吧？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可以跟大家讲啊，就是人们对一切的人事物的感受是由峰值和中值，你打游戏也好啊，你 ML 也好，对不对？然后这些就是说这段体验的最高峰，包括正向和负向，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干啥呢？我们在制定计划，哪怕我们今天像我给大家制定的计划，其实我也知道啊，跟大家有拿到这个计划吗？各位同学，其实我更建议大家是拿到这个每日四到五小时啊，每日四到五小时的计划。在制定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啊，各位同学有吗？有这样的计划吗？第十一天、第十二天、第十三天、第十四天学什么？对不对？没有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助教领一下啊，或者找我领一下学什么？好，在安排我们这样计划的时候呢，对吧？要量力而行，因为我觉得你不要拿七到八小时的，到拿到七到八小时的话，就肯定会怎么样，是不是？对吧？好，然后一定要详细啊！我觉得就是花个五分钟时间详细。像我们很多同学啊，都会给我发邮件，像我们很多同学一直在坚持发邮件啊，一直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陈晓同学啊，就每天花个五分钟时间，你给老师发个邮件怎么了？就短短的几分钟，对吧？短短的几分钟，他妈这个怎么一说就说到这个了啊？说什么音视频？就很简单，复盘一下这两天把音视频服务器的理论课听了一下，学了一些协议的以及流程，明天开始服务器的开发工作了，是不是？今天弄了个小工东西，像 MFC 里面响应函数不好用，对吧？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就是说要量力而行啊，就是那个，还有就是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化，把自己的学习效果成果化，学习成果具象化，以获得正馈感和成就感。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试一下，可能万事开头难啊！各位同学，各位同学，你们在听吗？在听同学给老师打一好不好？在听同学给老师打一好不好？在吗？就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说听完今天这堂课的时候，跟我多发点邮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今天学的东西做一个，哪怕你就用一句话，今天我学了函数。今天我学了那个什么 LCP， 真的很有用，我就会有成就感，我知道今天我干了什么，是不是？还有第二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学习啊，刚刚我说的到群里面去吹牛逼，其实就是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大脑中存在什么呢？就我学着学着我到群里想去吹牛逼了，就是通过这个神经元环境的改变可以激发它的活性，在感到疲倦的时候你可以换个场所，是不是？你说你一直去一家会所，你点88号技师，你偶尔也可以去另外一家会所点99号技师，对不对？这肯定很有意思啊，换个场所嘛，对不对？
你不可能你这那个去会所都会腻的，你何况是学习啊，是不是？好，还有第三啊，我觉得千万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类型的任务，对吧？比如说今天我又要看指针，我又要看数组，我又要看引用，我又要看各种各样的类啊、对象什么的，你怎么可能看得完？不可能看得完的，是吧？啊，接着来水课是吧？编程接会所是吧？好，第四啊，学习的时候不要以某种标准框住自己，对吧？而且不要总是什么呢？急着追求某种成果，比如说我3天我就要去做那个做一个逆向出来，逆向一个游戏出来，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嘛？而是要注重做事的过程，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啊！这个话其实是废话，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确实这样子，就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而已，对不对？大家觉得是不是？好，这个就是我们啊，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对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学 C 加加，你学数学也好，你学高数、学英语都是一样的啊。让自己尽量保持高潮啊，对不对？让自己尽量保持高潮。第二就是做计划的时候量力而行。第三就是换个场所，就是到群里去吹下牛逼，这样会好一些。第四，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类型的任务。第五就是说要注重过程轻结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注重过程轻结果。OK。好，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啊，就是说如何使 C 加加变得愉快。第二，专注力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啊，经常我他妈哎一会儿游戏啊学这个，比如说我学到那个结构体了，我学到那个内存对齐了，哎，这玩意儿学个屁呀、啊，学个锤子啊，好，开黑搞一把，是不是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同学这种感觉是不是？好，跟大家讲啊。因为这个啊，其实我因为这个月问题啊，怎么讲呢？我们的直播课啊，跟大家讲讲我们的直播课，各位同学啊，跟大家讲讲我们直播课。来，我们马上开直播课了，就是7月份，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定要有直播，直播很重要。为什么？就是说互动。如果说你看一个录播，其实真的是很容易睡着的，尤其是看冯老师的课。你们觉得看冯老师的课是不是容易睡着啊？你们觉得？虽然说冯老师讲的课很干，非常的干货，对不对？但很容易睡着。好，觉得冯老师的课想睡觉的同学，给他老师敲个一，好不好？听冯老师的课，尤其是听那种和尚念经，是不是那种感觉？对不对？是吧？特别想睡觉，但是很干啊。他的课是最干的，他没有一点都不吹牛逼，是不是？1.5倍速，看人家看冯老师都是2倍速啊，看冯老师的课都是2倍速，对不对？听泰克的课还是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啊，然后啊，就是要一个互动。为了互动的话，我们就要开直播课了啊。就是说，听课的时候默默重复老师中某句话的关键词，而且主动的选择记笔记，对吧？记笔记的时候，甚至要什么念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看书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呢？就是画重点，画重点。做事的时候不要自己，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啊，你不要让自己停留于旁观者的角色。一定要去互动，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升专注力的方法啊！你们大家有没有在公司里面那个工作过啊？有在公司里面上班的同学给老师敲一，好吧？就是说开会是不是特别容易睡觉？而且做培训的时候特别容易睡觉，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没有互动，没有去参与，对不对？是吧？还有第二，问题让专注，比如说啊，不在睡觉中爆发，就在睡觉中死灭亡啊。好，你们啊，我跟大家互动一下，现在啊，什么样的装作？比如说，你们学哪个概念很难学？在学基础语法里面，在学基础语法里面，你们觉得哪个概念最难学？指针。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啊，我们要带着问题，就指针学的很容易走神，我们带着问题去学，是不是？那我在这里，我的学习方案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指针是什么啊？智能指针。指针是什么？指针如何定义？指针底层啊，指针的本质，指针的本质怎么用？指针怎么用？指针为什么要用指针？是不是
灵魂三连问里面，就是大家听过我的课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思维啊，就特别喜欢灵魂三连问啊。它是什么？它为什么用它？要怎么样用它？对不对？好，包括这个文档，我以前写过一个文档，就是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啊？对吧？就是说网络编程，网络编程是什么？网络编程是什么？为什么要学网络编程？怎么样去学网络编程？网络编程重点在哪里？怎么样学网络编程？网络编程重点在哪里？这是我以前写的文档啊，这是我以前写的文档，包括操作系统。好，大家可以包括其实基础几大块啊，大家可以要找我要这个文档啊，这个文档我是觉得我是花了心思去写的啊，写的啊，尽量让大家学的有趣一点啊，对不对？是吧？第三种，好，当你如果说带着这个问题来说的话，指针啊，当我看完一堂课之后，指针他妈就是一个，它也是一种类型啊，对不对？我比如说我 int 一个指针 p， 我他妈的就是一个指向 int 型数据的一个变量啊，是吧？还有指针的一些周边，其实就是灵魂四连问啊，就周边，周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级指针、二级指针、三多级指针，对不对？是吧？指针和数组的一个串联，指针怎么样传到函数里面，是不是？还有指针和引用的区别是什么，对不对？你带着问题去学，你说你装不装作？如果说你带着问题去学习，是不是很装作？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吧？默念什么意思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我以前在学数学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个概念。当时学那个数列啊，大家有没有学过数列啊？学数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啊，什么又是通项公式啊，对吧？又是通项公式，又通项公式啊，又是什么那个 n 项求和，又是等差，又是等比，对不对？又是等差和等比的那个结合，对不对？是吧？特别，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学啥。函数里面又有反函数，是吧？函数的奇偶性，函数的对称性，对吧？还有反函数这个概念，那我就默念指针，我指针。就是说默念就是自己跟自己不出声的对话，它能够帮你忘记恐惧和焦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这种题目或者是知识点上面，对不对？默念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真的是吧？好，专注力啊，各位同学，不仅仅是说你学一个知识点的专注力，而是干什么呢？它包含两块啊，一个是一直专注于一件事它的若干时的能力，比如说你学一个指针，你连续学两小时的一个能力。第二是走神之后，我觉得走神是很正常的。如果说你没有走神，我觉得这个人就不是正常人。如果你做一个事情你没有走神，你不是正常人。哪怕你去做 ML， 你去会所里面，你也会走神，是不是？对吧？当他那个给你在那个摇的时候，当最后那个时候你也会走神，对不对？哎，我觉得第二点才是更重要的部分，因为走神很正常，谁不走神啊？对不对？就是说走神，重新专注，走神，重新专注，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刚刚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是干啥的啊？我们 writing code， 我们 eating food， 我们 fixing bug， 我们 watching AV， 我们 sleep， 循环过程。但是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要专注在哪个上面去了？这个上面，一上面啊。大家不要这个四上面尽量少一点啊，四上面尽量少一点。我们但凡我们切到这个四之后，我们立马要切到这样的一个 writing code，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专注力的一种方法，对吧？专注是 sleep， 对吧？好，走神了吗？走神的话，我们二一下就不会走神了啊。好，接着我们下走啊。接着，大家是不是学了对学家啊？学了又忘，忘了又学，学了又忘，忘了又学，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有这个过程的同学，给老师打一，好不好？如果说有这个过程的同学，给老师打一，好不好？很正常，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正常。这个忘了很正常，这个吧，对吧？啊，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觉得你首先你要接触这个点。你接受这个点，而且这个是有方法的，就是忘了之后有方法怎么样去回想啊，各位同学，包括这个我不仅仅说是关于什么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在 CI 加学习，我觉得任何的学习都是这样的，就很容易遗忘，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有种方法叫什么呢？叫做组织化记忆，组织化记忆和主动思考加和加工，什么意思呢？组织化记忆就是什么呢？将一些零散的各自独立的知识点，你看，零散的哪些零散的知识点呢？构造类型有结构体、联合体、枚举，还有数组，还有类似于这种那个指针里面的内存的申请释放、指针类型、指针大小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零碎的知识点，对不对？联想串联起来，对不对？联想串联起来，什么意思呢？我能不能，比如说我的指针跟函数怎么结合，我的指针和数组怎么结合，我的类和结构体怎么结合，是不是？已经开始晕了是吧？已经开始晕了是吧？可能你们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量啊，没有到现在这种那个，就是说那个不熟悉对这个知识点。那我问你，那我能不能和把 for 循环、if else、switch、case 这些东西给它结合起来呢？那我们讲语法好不好？我们就 switch case，它和 if else 这个东西都是属于选择结构，是不是？都属于选择结构，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把 switch case if else 和 for 循环、while 循环、do while 循环这些知识点，把它联想记忆起来了？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想啊，if 我吃的青菜，我就干啥呢？if 我选桌上有绿色的菜，有红色的菜，有白色的菜，有黄色的菜，对吧？我 if 我选择了黄色的菜，那我吃的是不是那个榴莲，对不对？水果，对吧？if 我吃的绿色的菜，我是不是吃的青菜？联想嘛，对吧？还有啊，刚刚我说的堆选插炮机、统计快归期，这就是属于一种典型的联想记忆法，冒号排序十种。十种，不是8种啊，十种。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干啥呢？各位同学，脑子里面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你看它在不断的冒泡，是不是？它还在冒泡。比如说我要干啥，我还有就是说我要做一个统排序，还有技术排序，啊，堆排序。你们看一下这个统排序啊，选择排序，选择排序也很相似。各位同学，你看啊。选择排序，它也是属于比较的排序。你看，它把最小的，你看它把最小的，你看这里一个五是不是最目前最小的？是最小的，是不是？对吧？你看变成红的，最小的。它每次完了之后，把这个选，它是选择嘛，把它选到最前面，四，对吧？然后你看五是最小的，它五的话，你看一个一个比到最小的，又放到最前面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排序啊，对吧？这就是一个选择排序啊。好，然后大家一个东西叫插入排序啊。稍等一下啊，pause。哎，我操！好，我们看一下。哎，我操！好，我们看插入排序啊。插入排序，插一直往前面插，对吧？两两比较。往前面插，它跟冒号不一样啊，它是比较一个最小的往前面插，插嘛，对不对？是不是很形象？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们的联想记忆，对不对？是吧？啊，冒号是好写，但是考试会考其他的呀，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说，我们的那个算法里面，就是我们的排序算法，堆选、插炮机、统计、快归期一系列的概念，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块啊，就学了忘了学，是不是？好，遗忘是很正常的啊。首先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拉粑粑的时候，要想这个事情啊，我该怎么学？我比如说我一个指针，我今天学了指针，指针怎么定义？指针怎么用？对吧？指针跟函数怎么样传指？对吧？指针跟数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方法？对不对？就是说，对自己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提问，
就是问一句自己为什么，对吧？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觉得死读书是没有用的，可能各位同学不仅仅是，不啊，这个我觉得四句流行说写一万行代码基本语言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是肯定要融会贯通啊。其实写一万代码，写一万行代码基本语法肯定是够了，这个没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能不能在写五千行代码就把这个语法搞定呢？是不是？就很容易忘啊。有时候忘了也没关系，你只要把基础的东西给记起来，然后去查都可以，对不对？好，接着我们往下走啊，就是说走出快记忆啊。好，大家觉得有道理吗？啊，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个文档写的怎么样？各位同学，你这个文档我是我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写的啊，打字都打了几千字了啊。觉得这个文档写怎么样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啊，对不对？待会儿可以要一下啊，可以要一下。好，第四啊，第四就是拖延，有没有这个概念？有拖延吗？各位同学，有拖延同学给老师答疑好不好？对，就这样子。我觉得四句流行就是要去查啊，有拖延症，经常起来，我早上那个决定，我发誓，我今早上六点钟起来学习，但是最后睡到了9点钟还没起来。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拖延症。好，首先啊，克服拖延症有三个比较好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五分钟起步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你任何事情你要都给自己五分钟的起步时间。有人说啊，那我这五分钟我就干啥？我就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五分钟，然后一爬就爬起来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在学习之前，你会可以看一会儿视频，或者是写十行代码，看一会儿学习视频，再写十行代码，不要计较效率。这五分钟你不要计较效率，你接受你刚开始那五分钟的烦躁和抗拒，很正常，是不是？对吧？继续你该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后面就好了。就真正，我就有句话叫什么？真正能够影响行动的是行动本身，对吧？不是说等我想做了我才能去做。而是我干什么？我先开始做，我做了再说，先干嘛，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大家知道吗？有一个词，我觉得大家都很知道，叫做日后再说，是不是？是不是？各位同学，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日后再说，是不是？先干，先追，先要联系方式，先约，对不对？是吧？学习也是一样的。我他妈，我五分钟之内，我先学了再说，我先打开电脑，我先把代码写了再说，对不对？比如说，我先去会所，我先走到会所门口再说，对不对？是吧？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稍微走在计划前面，这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我自己做事情一般喜欢把事情做前面，给自己留下一些偷懒的资格和空间。对吧？这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发誓我一定要把那个后面的类看完啊，类继承多态这个东西看完，我今天看完，那么我早上6点钟起来，我就先在前一天我就把那个先把类看了，先把类的概念看了，是不是？这是就是说把事情做在前面，这也是一种克服拖延的一种方法啊。各位同学觉得有道理吗？觉得有道理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好不好？对吧？多啊，到后面多啊，到后面多。现在可能你还是停留在 C with class 的一个阶段啊， C with class 的一个阶段，其实你还没有正儿八经的进入 C 加啊。第三啊，叫做替代拖延法啊。替代拖延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前也是我经常用到一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更难的任务，比如说你要写一个那种，就是说写一个很难的功能啊，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更愿意去做一个相对这个任务简单的一个任务，对不对？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心理，就是说在拖延艰难任务的过程中，先把容易的任务解决掉。比如说我一周之内我要看远控，一定要达到看远控的地步，是吧？我一直之内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但实际上你可以替代，那我说算了吧，那个打点折扣吧，打点折扣，
看啥呢？我就看一个什么的，那个群聊系统，看一个群聊系统，这都是我们课程里面的啊，对吧？比如说我要看那个驿站项目，我可以先看原控，对不对？先把原控解决了，这就是一种叫做克服，就是拖延症啊，学习拖延症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好，好，最后啊，最后就是说那个这是我自己，大家可以那个记一下，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我自己的真实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在当我考上你能学米莎是吧啊，考上什么呢，就我自己考上985啊，刚好也是高考，我说这个话题啊，自己考上中南大学啊，然后自己保研，在过程中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论啊，我觉得是可能不是适合所有人吧，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认真的去领悟去体验，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的啊。好，第四啊，第五，如何做到每天高效八小时啊？这个东西比较扯淡啊，觉得为什么写个八小时啊？其实是有折扣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八小时，我下面可以写个很小的字，我觉得你能够每天学习四小时就非常非常不错了。如果说你每天能够高效的有效学习时间，如果是四小时，那我觉得你是特别牛逼的，真的，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啊。那为什么写个八呢？为什么要写个八呢？叫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年我一定要挣到一个亿啊，挣到一个亿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今年说一定要挣到二十万，我今年挣到二十万，对吧？就一半的时间要在学习吹牛是吧？可以，我今年挣二十万对吧？我把这个目标，但是我的心理底线就是十万，如果说我把这个十万给挣了，我的目标达到了，我是不是很爽？但是说对，有句话就说对，叫降维打击，这是一种叫心理学的东西啊，心理学。心理学啊，心理学啊，是吧？看我讲半天，然后呢？看我讲半天，你先说啥？这是那个分享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个学习方法啊，这么一个概念啊。虽然没开生意啊，这么牛逼啊，是吧？想做到长时间高效学习，就应该有这个短跑观，你不可能一口是吃不了一个胖子的，你一定是干啥的，一定是要按周期的，按时间去补充你的精力，对不对？我建议这样，当你做事情45分钟之后，一定啊，就我们开车，哪怕是我们开车啊，开高速也是两小时要休息15分钟以上，对不对？对吧？还有就是冥想，要意淫啊，就是冥想。其实冥想这个词叫玄冥，其实我们正儿八经的叫意淫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乡话讲，就叫意淫。干啥呢？就交换使用大脑的不同区域，去散步啊，去听音乐啊，去午休啊，或者是找女朋友去嘿一下，对不对？去跟朋友聊聊天，是不是？去会所一下，对不对？这都是可以的啊。当然你不能就是说长期的在那个里面，不能长期在里面啊，可以的，是吧？而且持续的学习和工作意味着我们持续处于压力中，压力很大啊。我们要放到更长的周期来看，比如说一周，我们之前定的计划是5天休五做二啊，不做五休二，对吧？其实我们其实没必要，其实啊就是做六休一啊，做六休一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恢复到这个做五休二这种节奏，没必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除非是确实正儿八经的那个啊，靶场现在在那个服务器在维护啊。好，一定是啊，就是说高效学习这个东西一定是长，就是说那个长线的啊，不是说短线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休息你要自己领略一个点，休息是必要的一个投资啊，而且休息对创造力、灵感、高效解决问题它是不可或缺的，你不可能一直处于这种码代码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去思考啊，这么一个概念，恢复精力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啊，我觉得你也很牛逼啊，对不对？好啊，我们来整个来恢复总结一下，就是那如何做到八小时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是其实就四小时，四小时是怎么概念呢？一定是有一个小时时间，一定是完全把手机放那边充电，正儿八经的去看视频、去写代码，然后有一个小时时间是干啥呢？就是去做笔记，把老师讲的一些东西把它记下来，对吧？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呢，就是说专门去用来关上电脑，关上那个老师的课，自己想着把伪代码给写出来，
伪代码这么一个概念啊，对吧？还有改 bug 啊，改 bug， 写 bug 是很正常的，改 bug 也很正常，就形成一种思维啊，这就是我们学编程的八小时，高效八小时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个问题我们都有一个确定的，我们总结一下，确定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不对？变愉快啊，我们懂得峰值和中值，是不是？对吧？可以去吹牛逼，去群里吹牛逼，我不建议大家蒙着脑壳学，一定要到群里交流啊。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交流能力、沟通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尤其是我们，你看这是远控项目群，交流啊，很多人都在这里面交流啊。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是我们的各种就是那个正逆向找工作的一个群，吹下牛逼嘛，跟大家熟悉一下嘛，200多个人，你看这些人关系就特别好，你说搞定，梦欣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叫这个狐狸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好不好，混熟了嘛，对不对？混熟了你觉得是不是，对吧？啊，无双啊，无双能不能帮我解决个问题，是不是到群里去问一下，很简单，是不是？好，然后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类型的问题，你一天最好是一个概念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啊，一到两个概念，还有多去会所啊，一定要多去会所，好不好？换个位置，换个场所。好，第二，专注力，专注度就什么意思呢？第一，要互动，跟大家互动。第二，就是说啊，问题你要思考问题的本质，问题本身就会让你去专注，对吧？还有第三，默念，念这个词。第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是两种概啊，两个逻辑啊，走成重新专注，走成重新专注的一个无限循环，对不对？好，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堆叠插泡机的这个组织化记忆啊，对吧？学了一万万的就学组织化记忆，还有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记忆。好，整个大概就这一块吧。我觉得我总结了，这是我花了半天时间，就是说回顾我30年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体验啊，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啊，好不好？跟大家讲的这东西，我先把录屏关了啊。